guys, welcome to channel New Day New Land。 Hello 各位观众，现在的时间是7:15，我刚编辑完影片，现在正在输出影片，然后我是从大概12:00编辑到现在，没有错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睡觉呢。今天这一天睡下去呢，我不知道我又会几点才起来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还是要必须睡一下，不然这个没有精神，健康对身体不好。希望待会我起床的时候呢，不会太晚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待会，晚上啦。天黑啦，哇呼，耶！白痴啊，现在时间是6:45。OK， 没错，睡一觉起来呢，天都黑了呢，好开心啊，耶！待会呢，晚一点回来的时候呢，会开箱这个。然后，因为我还需要编辑影片，所以我要先赶快去吃饭，吃完回来才有力气可以变。哟，哎，这边好多人哦。但是呢，刚刚去了这个我们那个永吉街30巷那边，基本上呢一堆都没开啊，没得一吃。然后这边附近啊也都是好吵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总之呢，就是在永吉路30巷那边呢，基本上呢大部分的店都没开，所以我决定呢，现在我们要去这个板吉百货里面看一下里面有哪一些东西可以吃，但是呢都比较贵。吃这个，这个叫瓦城大西，它是好像是瓦城旗下的一间店，然后但是它吃的是面，不是泰式，是泰式料理的面，但是不是饭，跟饭完全没有关系。所以呢，我决定要来吃吃看到底好不好吃喽。我觉得这碗面呢，感觉是不错的。不过呢，如果怕辣的呢，应该是没办法吃。而且它的料蛮多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还有两个虾子，然后牛肉，各位，我最爱的牛肉，你看一下。Oh yeah！ Oh yeah！ 然后这个是好像是炸金针菇吧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哎。好，总之呢，看起来是还不错啊。我们来吃吃看它的面条到底怎么样。150，看它的汤，它的汤其实看起来蛮浓郁的。猪肉。黑了啦！耶、yeah, ，各位，刚刚吃的那一间，哎，头发好乱。好，刚刚吃的那一间呢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去试试看。但是如果你是不太吃辣的人的话呢，你可能不要点我那个泰式酸辣什么，你可以点其他的。总之，它我觉得它的这个泰式的口味呢，非常非常的不错，好吧，它的泰式奶茶也很好喝。好，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开箱啦。我们就是要来开箱这个之前在电玩展的时候呢，工作结束呢收到的一个礼物。这个礼物呢，啊，我个人觉得是还不错，里面的东西都还蛮……这个是 Crash Fever， 它是一个手机游戏啊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玩玩看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个是啊，这个礼包组水壶啊，水壶上面也都有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行动电源。笔，哎，这看起来质感其实还不错呢。哇哦，感觉质感不错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，这是什么 ？USB， 好不好？哎，不错呢。可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东西啊，还不是这些哦。这个我也很喜欢，这个是他们的那个原声带，好不好？它的音乐呢，大概就是长这样子。哦，对。就是长这样，然后这个里面呢，好像有很多里面的背景音乐。然后呢，我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个啦，他们的这个，他们有送一个这个蓝牙喇叭。然后这个喇叭呢，为什么我很喜欢呢？因为当它打开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很酷的声音。This is
酷欸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玩欸。再一次打开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这样。好的，那么最后，哎，我的头发又变乱了，嘿嘿。好的，那么最后我们就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吧。今天选到的留言是石头注意买稳定啊，呀！好，这个如果要有100万订阅的话，我们绝对是要靠你们一起帮我达成的。谢谢你们先让我达到了10万订阅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迈向100万。那么最后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在下面点一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另外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下这边有铃铛，快点按吧。那我们就明天见 ，Bang。